你们两个人就吃这么一大碗馄饨，能吃得了吗？不是你啥意思你？啊？哎，找张餐巾纸去把你眼珠擦擦，别老拿那个鳄鱼当壁虎，老虎当冰猫，龙虾当喇蛄，你拿我当土鳖啊？不是，拿海龟当土鳖。哎呀，我这眼睛啊倒是没什么毛病，就是总拿着屎壳郎子呀当中药丸子。哎，我说你，馄饨来了啊，二位慢用。我真不知道你是哪根筋搭错了，这千里迢迢就跑这就吃碗馄饨。我愿意。行，你愿意你吃啊，我是饿了，我得补补。老板呢？哎，把你个菜谱上啊第一页什么龙虾鲍鱼什么的呢，每样给我来一粒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等等再说吧。你看他带没带钱，别让他吃了霸王餐。我给你脸了吧？我上哪家吃过霸王餐呢？啊，我没钱。别翻了。哎，我钱包和手机都让我扔河里了。你疯了吧？别找了，手表还有我的那个戒指，包括咱俩出来时带所有值钱的东西，全让我撇河里了。现在就剩这5块钱了，就够买这一碗馄饨了。你真疯了，你真疯了你呀！哎，站在珊珊面前怎么回去？你急什么呀？你不是有两条腿吗？咱俩走回去呀。100多公里呀！哎，来来来，你走回去。20年前，咱俩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，咱俩咋走回去的？我记得那时候天还下着雪吧。咱俩这事儿你都给忘了？20年前咱俩第一次出远门做生意，当时身上的钱让人骗个精光，你就剩下5毛钱，就给我买了一碗馄饨，你忘了？